这小姨子要是被别人搭讪了，姐夫疯了。这事儿啊，我搁电影我都没见过。你说他妈这事儿他妈摊我身上了，这不是领小姨子跟优莲来索契度假来了吗？这两天这阳光也挺好，昨天晒着小太阳，给小姨子擦小防晒霜，擦的属实也是到位了。但那什么，擦完擦到最后吧，我看一下手牌，我这一个习惯的动作，给我小姨子看懵了。小姨子当时讲话什么手牌，姐夫。完后来我一个打岔就过去了，这优莲也是彻底生我气了。这两天吧，小姨子来索契吧，可招风了。就光昨天就得有四五个的，你说老爷们是小伙子跟他搭讪。今天你说我去买个水的功夫，屁是功夫，你说的。你说又来个小伙子搁跟前搭讪，你说这一天你说成不让我省心了。你说这俩小绊脚石这一天呢，我真的我这仗我都干不过来呀。当时这小伙子也是被我这气场给吓懵了，给我打了个招呼，说哥哥你好。我说好什么好啊，我说你是干啥的呀，搁跟前搁这嘎的聊闲的。我说该干干啥去啊，去滚犊子去去，离这远点。哎，对，有点。咱